你有冇諗到啊？日頭定係夜晚？日頭。海定係山？海。我知答案。三二一，海。山。我有感覺佢係會搭海，所以我有山合埋就有一個風景出到嚟啦。一班人定係一個人？一班人。我好 enjoy me time。夏天定係冬天？夏天。未諗到。諗咗先做定係做住諗？做住諗。做的過程中可能有新的啟發，把握那一刻的靈感，那可能就會創造一些比個預期更加好的作品出來了。期待今次。三個形容詞來形容今次的作品。天時地利人和。時間未到根本過不到去，那這個令到我們真的很有最大的感受，那我們整個作品就在這裡做一個契機，可能放在其他地方未必適合。潮退月亮時間，在日光之下欣賞月亮的影子。我們是 Breakthrough Art Studio。 我們是 Breakthrough Art Studio。 我是 Steve， 賣玉西貢海藝術節，會見到我們的藝術品。約定你再倒追。